实感动的歌曲呢，只要呐会当在众生的身上发现的时阵，我拢希望会当收录成专辑。所以这对专辑一样不例外，也有感人的故事哦。在这对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我跟你最介意的，但是我今仔日真抱歉，我惊讲今仔日唱了也无好，因为每一回这安尼的歌曲对我来讲是足大的挑战。无人听出来啦。对啊。你讲无好，拢对我来讲，你足关机的啊呢。哎呦，不敢不敢。嗯。你有真济只个歌迷，拢在英雄需要的时阵，啊，才来找到我。但是这个需要已经是到了人生的落尾啊。嗯。譬如讲，已经罹患了癌症末期了。是。哎呦。或者是讲，许多人已经往生去啊，才摕到我的专辑，去到因的灵前，这对我来讲是足大足大的打击。我会感觉讲，为什么会袂赴？为什么唔赶紧？是是。但是落尾呢，这事实拢会甲讲一句话，这挂袂拢会讲。我们身为他的家人，我们一样爱着雅文老师。我足惊甲你麻烦的，但是我干那要交代一句话，就是我的亲人甲我讲的，我们好爱你，好爱雅文老师。OK， 你雅文老师最近做偌济代志，咱连咪吼一一向大家报告。我是问你，新歌这首歌，今麦先给大家献唱一下，好不好？因为恁真爱我，我无德无能，承受不起，我只当用歌曲献给恁。你曾经爱过我，谢谢。就关叫你曾经爱过我，老师安尼唱歌也感觉讲啊，佮都有讲，我要爱大家，有当时也袂赴，是，所以希望有需要雅文老师的所在，伊拢是尽量赶较到。那有看阮节目的人，有知讲有一个叫做王妈妈，王妈妈，伊因为囡仔爱照顾囡仔，囡仔得了好像是脑性麻痹，是，因为爱照顾囡仔，所以伊无时间头去看医生。本身身体真无好，这节目，这个事件来到阮节目了，经过雅文老师去给拜访，去给讲了后，这个王妈妈伊即马要甲咱感谢，到底是感谢什么？大家请看这段影片啦。感谢超级雅总会甲张雅文老师的帮忙，我这个拜师要去病院检查身体，希望大家买当平安健康，多谢大家帮忙。多谢大家帮忙。反正是你阿姆老师甲讲，你都爱家己顾好些，你唔要多有阿多照顾你家己的事实。伊已经要检查身体啊，而且医生讲会甲查出上所有病因拢个查出，好好个治疗。希望大家拢平安。但是人生在别人发生安尼无常时阵，咱讲伊无常。发生在咱的身上的时阵，咱讲叫做不正常，因为我们不能去接受它。但是看到别人的无常的东西，请恁把阿妹一个当下，珍惜咱身边所有的人，
尤其是咱的四大人，有孝、行善、袂当慢，祝福大家。